跻身世界茶林，位列中国十大名茶之一的安溪铁观音，是饮茶人的宠儿。古老的铁观音浸润着岁月的蜜香，在或淡雅或醇厚的香气中贮藏了几许人间清欢。香有余而韵不足，非因也，这是历代铁观音制茶师始终恪守的训诫。在他们的世界里，茶薄人情厚。蚕熟心思后，茶香煮洒前。在我国古代雅士的文化圈子里，品茗文化非常具有代表性。从古至今延续的喝茶习惯，随着时间的磨练，渐渐形成一套自成体系的茶艺。一片片苦涩的茶叶，到最后变成浓香四溢的茶，这中间需要经历好几道繁琐工序的考验，更是融合了好几代人的不懈探索与钻研。茶者，南方之佳木也。唐朝茶圣陆羽在《茶经》中开篇就写了这么一句话，而福建地处东南一隅，也有着自己的茶道，其中属于十大名茶之一的铁观音就广受好评。要想了解铁观音，那一定要到他的故乡安溪县西坪镇的茶园里去。而今天的故事就要从守护这片茶园的王家说起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志松。我们现在来到这一片呢，是我们梅记的茶叶基地。我们这个海拔呢大约是在1200米左右，最适合铁观音生长的海拔也是800到1200米左右。然后呢，我们的选用品种都是红心外尾桃品种。怎么采摘呢？我们主要采摘的话就是三个叶一心。除了品种以外呢，我们特别讲究的还有一个茶树的树龄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怎么我们的树龄茶树的特点。我们这一片茶园采用的这种茶树龄大约都是在20-30年左右。为了有什么特征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一些那个主干，它比较粗犷，还有一个就是青苔，长满青苔，它其实是一个微生物菌群的一个体现。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为茶叶呢增加一个抵抗力，免除病虫害的侵害。我们除了对品种有特殊讲究之外，对还有茶龄的讲究，对土壤也有特殊的讲究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这片土壤的特殊之处。我们每一年都会进行覆盖茶杂草覆盖，然后呢它上面呢都是一些腐殖层，这些是多年以来的一个腐殖层的一个表现。然后下面呢是乱石，茶经有云上者生乱石，就是乱石的话它可以为茶叶提供一些矿物质。我们做传统铁观音的跟清香型有别于在一个茶树上，我们清香传统铁观音的话追求的是茶树越老越好，清香型铁观音的话它追求的是越新越好。最早的铁观音得追溯到清乾隆年间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安溪西坪镇饶阳乡南岩村王氏第九代传人王世让得一枚新茶树。这株茶树的叶子形似桃子，还长着红色的芽心，整株茶散发着如兰般优雅的芬芳，于是便给它命名为红芽歪尾桃。乾隆6年，几经辗转，
王世让将此茶献给了乾隆，皇上细品之后龙颜大悦，对此茶赞不绝口。好，此茶无论结实，茶沉如铁，味香形美，还是观音大师所赐。就叫他铁观音。王世让因此成了铁观音开山鼻祖，从此那颗铁观音的王氏母树受到当地种茶人的虔诚崇敬。就是我是这出生在一个茶叶世家的一个家庭里面，特别传统的一个家庭，然后呢给我很多的一些感受，就是情感非常深。从小就是看见，尤其是整个茶山很好玩，我们在茶树底下打打闹闹的时候呢，觉得茶树特别高大啊，然后知道说我们这一方都是以茶为生的，对，那觉得没有什么特别。但是长大以后就觉得因为我们家没有种粮食嘛，都是种茶叶，然后呢就会有一种这个非常独特的一种情感在里面。我们小时候有时候经常在家里帮忙嘛，对，像挑茶梗，我们是绝不容许说茶叶掉到地板上了然后不去捡的，一旦掉下去马上就要去捡，否则的话就会会这个接受很严厉的批评的跟指责。其实我非常能理解啊，因为茶农在一年当中倾注了太多的这个心血在整个茶山上，还有最后制茶那几天是整个心血的一种体现嘛。不是说你这个产量高然后呢就收入就会多，对于茶农来说，那其实对于我们这种经商的家庭来说也是一样的，我们也更多的需要好茶，好茶难求吧。对，所以很深刻的一种感受就是这个制作出一泡好茶，那大人们表现出来的这种喜悦，这个是很美妙的。时间来到了光绪年间，王世让的后人王三言将祖上的好茶铁观音经营得有声有色，还跋山涉水去了厦门经商，自此以梅记二字为商号的茶行正式诞生。身为精致功夫茶的铁观音，品质与茶叶条索的紧洁度成正比。历经了无数次的试验后，王三言终于摸索到了里面的门道，开创了布金包揉技术，一直沿用至今。改良后制作出的铁观音，形色香味兼备，余韵十足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门工艺也渐渐成了乌龙茶制作的标准。这个王三言弃农从商的时候呢，把这个梅花的这种精神来勉励自己，把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些祖训作为自己的格言，所以呢，以梅为己，这个己就是左言右己，言于利己，对，这样的一个含义。所以，梅记是怎么来的？继承这样的家业。梅记的这种精神理念是我们值得我们去不断的传承发扬下去的。对，因为这种理念呢是就像我们的血液一样，然后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的。对，我们真正继承的真正发扬的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份匠心精神，更是一种匠心的一种传承，百年的这个心头传承，心头相传，一代一代传承下来。
我们也希望说能够把这些作为一种恒定的东西，然后继续发扬光大。我们要后面的100年的设想，对，这种东西是不会变的。对，随着煤技渐渐壮大，黄三岩开始了海外市场开发。他将除了长房外的其他孩子都派往海外开拓市场。煤技茶行从此蒸蒸日上。1945年，煤技第四代传人驻守在国内的王连丹，将王氏家族的制茶工艺带到了由新加坡政府组织的茶王赛，不仅惊艳全场，更是带回中国乌龙茶在海外的第一枚金奖。诞生于安溪的精品乌龙茶铁观音，自那时起才称得上正式打开了海外市场的大门。我名是叫林素蝶吼，我出生是印度尼西亚出生的，19岁，才住在唐山，住在个关桥，车站拄着。我奶奶从小就是在印尼长大，然后到了19岁的时候回来探亲，刚好呢在车站跟我爷爷相遇，然后爷爷对我奶奶一见钟情。就开始那个疯狂式的追求，他们就是在回来第二年就开始结婚了。那其实我奶奶心里面其实也是美滋滋的，因为那个我爷爷毕竟也是一位帅哥。王曼瑶的祖祖辈辈和铁观音都一同生根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，他自小生活就和茶密不可分，跟着父亲王连丹的脚步学习如何做出好茶。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，王曼瑶对待制茶十分严谨，先保质后保量是他的中心思想，从始至终都坚守着用古法烘焙的传统工艺去制作铁观音。这份坚守成就了今天世人依然能够品尝到最原始的南岩传统铁观音，这还是煤技茶行代代制茶人心口相传的秘诀。恪守着百年传承制茶工艺的家族自然也注重情谊，注重合作，要制出好茶，那就必须从源头开始把控。因此，煤技茶行的传承中，也包括了与他们世代交好的茶农。上百年的配合，让他们彼此间产生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。茶农也随着王家始终遵循着古法，为他们提供最优秀的茶叶。每到采摘季节，看茶农采茶绝对是一种艺术享受。看着他们熟稔的技巧和麻利的手脚，你会感受到人与茶树的默契、和谐甚至亲密。大家好，我是煤技第五代传人王曼瑶。我从小10岁的时候跟我爷爷爸爸喝茶，到16岁就喜欢学这个炒铁观音。但是我父亲去外面做生意回来的时候问我，你为什么要学这个炒铁观音？我就喜欢茶，我跟我父亲说我喜欢茶。父亲给我指导，你喜欢茶一定要
茶的滋味没有咖啡那样苦烈，也不像酒一样老辣，而是苦中有甜，色中带鲜。现在市面上被大众熟知的铁观音，实际是后来衍生的清香型铁观音。真正正统的铁观音，在制茶上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，产出的数量也就无法达到市场的需求。新一年的秋茶，从一片茶叶转化为杯中金黄的茶汤。在秋茶制作的过程中，总有许多翘首的等待和心情寄予。这就好像老茶客品茗的心得，对他们而言，五尽甘来的茶才是真正的好茶。我们这个晒青，回来晒青的时候要晒给它死，不一定要晒到全部死，晒得到这样子要收起来就要摇青了。
因凭借着原乡原品种原工艺的传统核心文化，慢慢地从闽南发散出去，先后传遍福建、广东、台湾等地区，更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走出国门，传播到东南亚等世界各地，传承至今。铁观音的茶香越飘越远，其韵味依然弥漫在世界的各个角落。传到我这边第六代的话，我自己个人的看法是，从小时候自己好玩，然后不懂什么叫铁观音，什么是真正传统铁观音，然后通过我爸爸他口头心传，然后从慢慢的有一点点喜爱，那到最后的热爱，到现在的痴迷，对铁观音真正传统铁观音的一种感悟。我希望呢，更多的年轻人了解什么是真正的传统铁观音，通过铭记发扬光大，这样子。爷爷泡的茶有一种味道叫做家，一盏茶寄托了海外游子满满的思乡之情，每一杯铁观音都是一份心境，不同的人从中品出的味道也不尽相同。不论是柴米油盐酱醋茶，亦或是琴棋书画诗酒茶，茶俨然已经融入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，茶与生活雅俗共赏，这是一种深沉而隽永的文化，氤氲在茶的香气之中。有时候100年很长，是一个世纪的鸿沟；有时候100年又很短，不过是一杯茶的距离。